这是一部既古老又新奇，既陌生又熟悉，既高深莫测又简单容易的书，它就是神秘的《易经》，也称《周易》。那么，《易经》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读懂《易经》？而懂得了《易经》的道理，对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带着所有的疑问，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一集，何谓易经？要了解易经，首先从今天的题目开始。什么叫易经？易经是什么？所有文献都这么记载的，就是易是群经之首。实际上这句话太客气了，应该是易是群经之始。为什么说易经是群经之首呢？因为不管是五经或者六经，都会把易经摆在最前面，所以叫做群经之首。实际上它是群经之始，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发源出来，它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它是诸子百家的开始，所以叫做群经之始。所以这本书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易经是什么？这种答案大概只有中国人听得懂，外国人是不太喜欢这样的答案。怎么说都对，但是怎么说都只对一部分，不可能全对。因为易经太大了，一个很大的像北京城这样的都市，你从哪条路进来都是进了北京城，可是进来以后还是摸不着头脑。每一个人只讲对一部分，很难把它讲得很全。所以为什么老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偏执，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只看到一个角度。所以要研究易经，一定要比较宽广的包容性，要彼此尊重。易经是怎么完成的？我们按照一般的说法，两句话，叫做人根三世，四立三古。人有三位圣人，其中一个是伏羲，然后把周文王跟周公他们父子一家人就算一个，就很合理啊。然后孔子，伏羲在什么时候？在上古，周文王在中古，而孔子在晋古，或者叫做夏古，都是一样的。他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所经历的圣人也很多，所以应该说起来，易经是属于集体创作的。我想我们中国人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集体创作的，很少说是一个人把它整个完成的。易经它是广大经纬，无所不包。有两句话大家非常熟悉，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到没有外面，够大了吧？小到没有里面，够小了吧？我们今天很喜欢讲系统，世界上最大的系统就是易经。那这样的一本书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我说出来有些人会不相信，有些人会吓一跳，但是我相信各位把整个系列听完以后，你会恍然大悟。易经是解开宇宙人生
密码的一部宝典，会不会觉得很夸张？你说现在那么多的科学家兢兢业业，就是为了想解开宇宙的密码，他们都还不敢说，怎么这么一本那么古老的书，他会做到这样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大家心里头就会想，那解开了没有呢？如果没有解开，那不是空谈吗？你讲半天没有效果，那有什么用？我们大胆地向各位说明，解开了。孔子解开了以后，到现在2500多年，只不过我们都是小用，从来没有大用过。你看社会上流行的都是小用，所以孔子很感慨，但是孔子的感慨我们听不懂。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说，宇宙的密码已经解开了，但是要靠人来把它发扬光大，而不是等待那个密码来把你解开。人能弘道，是人要去把这个密码好好的来应用，非道弘人，你不能在这躺着等他，说看他给你一些帮忙，那是不对的。我们凭什么说到孔子的时候就已经解开了宇宙的密码呢？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在使用各种方法去探索宇宙的奥秘，但是直到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宇宙对于人类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那么我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之前怎么能够得到破解宇宙的密码呢？因为我们得到了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叫做夫妻八卦，看见家家户户几乎都看过八卦图，也都挂过，只是搞不清楚那是做什么的。那就是一把把宇宙的密码打开的一个金钥匙。我们拿在手上拿多久？拿了7000年，但是没有悟到，总以为那是很好玩的，可以辟邪。连外国人都跟了我们糊里糊涂的，外国人现在也挂八卦图，但你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玩意我怎么知道。伏羲的八卦告诉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秘密，叫做阴阳。你看科学家已经感觉到这个物体啊，一定有最小的构成的基本元素啊，讲了很多很多，就始终讲不出阴阳这两个字来啊。我们一天到晚在讲阴阳阴阳，可是我们反而不知道说这就是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构成的元素。第二把钥匙是文王64卦，他告诉我们宇宙只有64个密码。大家一定觉得，那为什么64？你不给63吗？不给82吗？谁说的？易经讲数讲得非常多，但是现在人用数学的观念来看易经的数，那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数是有生命的，数是活的，不是死的。同样数字会说话没有错，
但他对西方人说是说一是一，二是二。对中文他不会这样说。我现在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家经常听到，只是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不过是一而二，二而一而已。什么叫一而二，二而一？我们等到讲艺术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说清楚。六十四卦就是宇宙的六十四个密码，它是用数字来代表的。你会发现现在所有保险线都是用数字吗？凡是密码一定离不开数字，但是现在我们所用的保险线，它的数字是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是宇宙的数它是变化的，它是活的。第三把钥匙是孔子给我们的，做十义。孔子三书诗，他把书经把诗经删了一大部分，他会删，他制定礼乐，他修了一部很难的书叫春秋，但是他看到周易，他很恭敬的赞美，他就对这本书是用赞，他没有删。他读完以后肃然起敬，赞周易，所以他就替周易装上了十只的翅膀，我们把它叫做十翼。他希望周易能够飞起来，可惜到现在他的理想还没有完成。周易飞起来以后是什么个样子？就是世界大同。我们现在是用西方的路子要走上地球村，这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功臣不必在我嘛，你只要能够完成人类和谐，大家和平发展，用什么方法其实我们都不反对的，所以下面的路子要靠我们自己来走。我们有这么好的保障，可是我们自己睡着了，我们醒不过来，现在是时候了。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易经》是三位古圣先贤共同创造出来的，伏羲创造了八卦图，周文王创造了六十四卦，后来被称为《易经》，而孔子为《易经》做了十义，也称《易传》。那么《易经》的首创人伏羲是谁？他又为什么要创造八卦呢？我先请问各位，伏羲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用一句现代的话来描述伏羲。他是一位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就叫伏羲。好像外国人不太了解我们，都说中国人拜偶像，中国人自古以来从不拜偶像，我们只是对这些生前很热心真正提供人民最好服务的人死了以后感谢他纪念他，如此而已。你看我们所拜的人哪一个不是生前为人民服务的人？我想我讲这句话是有道理，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不可以改变的定律。你有真的有假的，有做得好有做得不好的，真的做得好的我们死后不能一笔勾销，要永远记住它，这是中国人的永生之道，不用透过宗教的。
全世界人都在追求永生，因为人不能说我活着这几十年我就走了，不甘心，我一定要想办法永生。西方人找不到任何途径，最后只有寄望宗教，叫做信我者得永生。中国人不必要，中国人见你活在大家的心中，你就永远不会死。你看孔子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伏羲永远没有死过，他活在我们心中。伏羲怎么会活在我们心中呢？因为他替当时的人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各位回想看看，当初我们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在农业社会以前，我们靠什么过日子？靠打鱼，靠狩猎。一个人要出去打鱼，要出去狩猎，他最怕的是什么？还半路上碰到天气很激烈的变化，我来不及逃，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就去问伏羲，说明天我要出去呀，天气怎么样？伏羲是全人类全世界开设第一座气象报告台的台长，这样就对了吧。说明天出大太阳，你去好了，明天你要往南走，有雷，你小心，你往西北走，大雨。刚开始大家是将信将疑，可是后来都觉得很对。越来问的人越多，他搞得没有时间应付，怎么办？所以他就说，从明天开始，我在这棵树上，我就挂了这么一个图像，你就知道明天天气是什么。伏羲是跟老百姓讲，这是什么？这是212，这就叫212。212就是人类有史，那时候还没有历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密码，就叫212。212是什么？就是下雨。老蒋他是什么道理，他是代表什么，都是后面人去把它说明的。伏羲是得到了人民很大的信赖，他也逐渐的把他的气象预报扩大，就变成了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很熟悉的八卦。伏羲他根据人民的需要，慢慢的推出不同的卦象，他没有一开始告诉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没有，因为老百姓你跟他讲太多了，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只告诉他，你们记个几个数字就好了。121是干什么的？122是干什么的？212又是干什么的？221代表什么？跟今天打电脑完全一样，叫做数位化时代，老早已经开始了。我们不过是承接他的路线走下来而已。你看打电报也是用数字这样拼命打，对方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字是根据这个图像来的，这个我一点不反对，所以叫做象形。本来是一个下雨的符号，一倒过来就变水，因为那个字就是水。后来我们从伏羲的八卦，我们慢慢的造出很多字来，这是事实。但是伏羲的用意是要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改善。这个工作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
有些老百姓跟他讲，你老教我们背这数字啊，我们有时候也会搞错，你干脆告诉我们他一定有什么道理。他说好吧，既然你们想知道道理，我就告诉你们，你只要把这张图像看懂了，你就完全懂得道理。我们必须要说明伏羲八卦是什么。伏羲八卦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无字天书。易经为什么叫做无字天书？因为伏羲氏当年根本还没有文字嘛，你没有文字叫他怎么有文字呢？所有的字，实际上整部易经也不过4000多字，都是后来有了文字以后慢慢慢慢加上去的。所以当时它是只有图像没有文字，叫做无字天书，没有文字，没有条条框框，不受任何局限，它可以通天下，通宇宙。伏羲他是把整个都想通了以后才开始来画卦的，所以我们对他那一画我们非常的恭敬，把它叫做一画开天。易经是把开天辟地，今天科学叫做大爆炸说起，一直说到人类最后的状况会是怎么样，还没有完全把它展开。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长路要走。这本无字天书是今后人类生生世世要走而不一定走得完的一个宝典。伏羲八卦图这部无字天书能够历经7000年的岁月一直流传到今天，足以证明真理永存的道理。那么在蛮荒的原始时期，伏羲怎么能够发现宇宙的奥秘，又是怎么画出八卦图来的呢？伏羲八卦图这部无字天书能够历经7000年的岁月一直流传到今天，足以证明真理永存的道理。那么在蛮荒的原始时期，伏羲怎么能够发现宇宙的奥秘，又是怎么画出八卦图来的呢？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伏羲用的三个方法对我们中国人影响太大了。第一个叫仰视，大家现在很轻松啊，头一抬就看到天上了，你就会发现这是人类专有的权利。动物没有权利仰观天象，这是人类独有的，它一切都有天象。中国人很会仰，但是仰到后来不够高，这仰就不够高啊，你再抬高一点就看到天象了。第二个呢，俯视，俯视自己的身体，意思就是说你照顾了别人，你也要照顾自己嘛。整部易经都是从自己身上看出来的东西，所以后来我们讲万物皆备于我，我就是个小宇宙。你看自然界有山，人的山在哪里？人的山在这里，鼻梁就是山。宇宙所有的东西在你身上统统找得到，所以做一个人不简单。第三个，现代的话叫做管脚，你看我们照相要管脚，就是不能管看到一个地方，你看天象不能管看到一个地方，你要多看一点，四方八面都要看一看，叫做看得很周到，想得很周密，
一点都没有遗漏，这样才叫做周易啊。周易这个周字跟周朝没有关系，但是大家都说有关系，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因为刚好周文王他们家的朝代就叫周。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周文王是精通易理的人，他不会用他家的姓来冠在一本书的上面，他不会做这种事，这是犯忌的。周是很周密、很周详，而且它是周流不停的，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所以才叫周易。伏羲是他为什么去画卦？为什么？很多人说他是为了要造字来推行文字教育，也不太对。如果伏羲为了造字，他的成就就很低。像仓颉就好了，仓颉把字造出来以后，仓颉的名气跟伏羲那是不能比的。幸好他没有造字，我们是根据他的脚迹来造字，他没有造字，因为他知道整个系统都是图像数字。伏羲八卦图是由数字和图像组成的，而现代高科技的电子计算机也是由数字组成的。由此而论，中国7000年前的伏羲氏可以说是电脑的鼻祖。那么古老的易经和现代科学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好，我们现在讲一句现代的话，大家都很接受。0101就构成浩瀚无穷的网际网络。哎呀，科学啊，现代化啊，跟国际接轨啊。我们老祖宗7000年前就讲，一阴一阳就产生宇宙万象，一模一样的，用词不一样而已。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话嘛，天底下本来就是阴阳阴阳，但是一阴一阳不可以解释成一个阴一个阳，那是大错特错。就那么一点点小错就会产生很多流弊，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把这些细节都把它理清啊，不要有任何的误解跟扭曲，以免辜负啊这么一个很难得的解开宇宙密码的一部宝典。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你不理它，它也不会理你，你理它，它不会拒绝你。可是你得到多少是你自己的事情，他帮不上忙。这才是叫自然，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然。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所以我们中国人向自然学习，以自然为老师，再加上一句话，我们现在开始要记住，一切一切好不好，对与错，都用合不合自然来检验它，应该是最合适的。中国人所想的道理都是从自然开发出来的。一句话讲完了，向自然学习，以自然做老师，不要太狂妄，按照人类爱怎么就怎么，那是不合自然的。那大家一定很关心，现在科学难道不可以吗？当然可以啊，科学是人类非常需要的东西，只不过西方人欠缺这种自然来引导他们的科学，就差这一点而已。就是中国人开始要用这个自然的法则来规范现代的科学，让它走上正道，让它协助我们人民过
幸福安康的日子。是我们的祖先辛辛苦苦把它开发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申请智慧财产权，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我们认为这是大家可以用的，用吧，我不说你怎么会用，我觉得这才是做人的风度，这才是大度量。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总源头？而伏羲用来做天气预报的符号，又为什么成了破解宇宙人生的密码？我们现代人学习易经，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易经是完全根据自然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为什么后来成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总源头？而伏羲用来做天气预报的符号，又为什么成了破解宇宙人生的密码？我们现代人学习易经，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按照今天的说法，易经可以说是自然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有了孔子以后，这部书除了自然科学的部分，它又另外加上一个叫做人伦道德。我们易经除了自然科学以外，我们又加上人伦道德，两个东西合起来才能够表示整体的易经。伏羲他原来是用符号来告诉大家天气的变化，后来慢慢就知道不是气象而已，他有很多跟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都会从里面开发出来。现代人学习易经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学了半天都没有用，那时间那么宝贵，拿来学干什么呢？我们可以讲出很多很多，但是按照易经的习惯，我们多半每次只会讲三个，所以我们就提出下面三点请大家参考。第一点，它可以纠正我们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有太多的观念是使我们脑筋不清楚的，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举个例子，像今天非常普遍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叫做自信。人应不应该有自信，这种话不能用有或者没有来回答。易经里面自天佑之，积无不利，是包括自信在内。但是我们中国人讲到自，只讲什么？只讲自觉，只讲自反、自省、自律，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自信。现在年轻人太自我、太自信，一生都不会幸福的。因为人有可控制的部分，也有不可控制的部分。可控制的部分是操之在我，但是不可控制的部分是操之在天。所以中国人信心是对老天有信心，而不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们多拐一个弯，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相信老天会保佑我这种人，如果老天不保佑我们这种人的话，那他保佑谁呢？只是这样而已。如果把老天去掉，人有自信，那你试试看嘛，你就会自大，就会狂妄，就会过分的自我，然后人际关系很差，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目前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有待商榷的，这个一定要学完易经以后才讲得通。第二个，易经它有神秘性，也有道德性。
神秘性是因为以前科学没有发达，我们没有法用科学来解释它，所以只好用神道把它包装起来。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我们可以把易经里面的神秘性整个把它用现代化来诠释，但是它的道德性你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易经的道德性在21世纪还会得到很大的发扬。第三个，全球性它是必然的趋势，谁也挡不了。可是现在大家看到凡是全球性的活动一定有人很激烈的抗争，这是为什么？因为它会引起很多的疑虑，说全球化以后会把本土的文化整个消灭掉，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化希望被消灭。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只有像易经这么广大包容的东西，我们四个字就解决了。我们求同，但是会存异。我们会尊重每个地区的文化，但是我们会在这当中找出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来变成大同的基因。这个只有易经做得到。要了解易经，先从阴阳开始，这是伏羲之最了不起最难得的贡献。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经常用错了，所以我们下一个讲次就要好好来介绍什么叫阴阳，阴阳是什么。谢谢大家。